哎，这个真的是游戏问题啊！靠北哦，什么怪我？你自己看，认真看，仔细看。傻小，这个我的问题，这个不是我传错吧？啊，看一下，这样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要评评理吧？靠腰，他球穿过手套，干我屌事啊！真的很悬啊，你自己看，就很悬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是继续来拼我们大联盟。那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六九 Zico 的一些数据。目前我们打了35场比赛，因为这一代的修二四我是玩打者嘛，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场都会上场，不像我们之前玩二刀流，二刀流有时候会有一场没一场的，一下要投一下要打，所以说会一场没一场。可是如果是纯打者，就全部都会上场。目前我们轰了8支全垒打 ，OPS 992，数据还不够多啦，好不好？哦哟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冲！有没有？喂，哥！哎、欸，打到他懒蛋！哎、欸，哈？啊，他踩到哦，他踩哦，他脚有踩到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吧？哎、欸。不是他这样不算吧？这零金打了啦，哎、欸，他这里脚了啊，对啊，不算啊。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可能我没摸到？你看他接到球的时候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他那个脚已经离开了啦，对不对？那么明显，刚才搞哦。二 A 裁判很容易误判，真的是零金打呢。哎，哇，这就没办法了，漏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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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真的漏接。他真的漏接、欸，哎、欸，好悬哦、喔！很悬，又很悬。有了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跌倒，他跌倒，他跌倒，跌倒，三垒，三垒好像可以、欸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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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别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碎，碎碎碎碎碎！哎，好球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球好球好球！你看你看，他那个球，他还滚一圈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队友。看他还滚一圈呢，跳 breaking 哦！哦哦哦哦哦，水哎、欸，这个滑嘞，对啊，蘑菇头没有敏感的、欸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哎，他漏接啊！OK 啊。有了有了，关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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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素瑶素瑶，好球好球 ，nice nice， 小胖漏接小胖漏接小胖漏接，啊，想说小胖会漏接的时候，这应该是要传本垒了吧？啊，小啦！在那叫什么？有没有红一个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漂亮漂亮漂亮！哎、欸，有，碎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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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碎碎碎碎，有！关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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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、，OK， 碎九比九。哎、欸，好球！九比九，九比九，九比九，碎。OK， 九比九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哈？啊，对哦，怎么又在搞啊？还是我们去买装备？要不要买个袜子、买个鞋子之类的？我们去买个装备好不好？对哦，我忘记可以买装备了哈。我们应该是要选袜子嘛 ，Starker Diamond。哦，好贵哦，我才10000块而已耶。这游戏感觉要氪金也是很屌。你看，你买个手套要15000还是20000？要600台币耶。买黄金的顶一下 哦，也可以啦。好啦，不然我们先买一双阿妈袜，然后黄金的好了。哎，可以哦。哦，干大股香瓶28万，可以啦。这个先顶着用 ，OK 啊。所以啦，哦，我被杀小啊，这个蓝色99573999，干买这双？这个我没有，这个我没有。那我们也买，我们也买一组这个好了。装备哥，装备哥，至少我们速度有变快了。我们就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3A 了是不是？买完装备就升 3A 哦，买完装备就升 3A， 靠北太现实了吧？想和你谈谈新赛季开始的表现。知道了，我表现得如何？第二个是我一直都打很好，对吗？跟我说话，我们比较有礼貌一点好不好？我们不要选第二个，虽然我觉得我打得很好，那我们选第一个，谦虚一点好了。我们对你本赛季的表现感到满意，我认为还有改进的空间。撒毁啦，是你们在雷还是我在雷？哦，他说我这段时间内有8次保送，所以我打击的耐心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所以现在又是怎样啦？两成加倍是不是？总而言之，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。如果你想要获得 3A 的征召，你必须采取下一步。第一个就是，我懂了，我会接到电话。第二个是好的，谢谢。第三个是尽我所能。你从昨天打到现在已经世界大赛冠军了，我不行啊，我拍影片不能一天就世界大赛冠军啊，这样观众就看腻了。尽我所能啊，谦虚一点，谦虚一点。哦，好小子，继续表现。你看我们这个身材，真的是大谷翔平。我想说这么现实的，买完装备就直接让我升 3A 联盟是卖装备起家的。杰卡哦，可不可以把中间那个点，看我想要换掉一下，有点烦的 ，yellow white， 我想要换个颜色，换成 blue 好了，然后 cn blue 啊，是这个吗？靠，要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外面弄掉，我靠。好像这样比较好欸，没有外面那个鲍鱼，不是鲍鱼啊，那个靠背不是鲍鱼啊，靠背哦，那什么？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打篮球说粉包，打棒球说鲍鱼。有了，才刚讲欸，才刚讲就轰出去了啦，有啦，才刚讲，对嘛？今天终于。本次开九轰了，各位，终于啊，哎呦，爽啊爽啊！我们四哥男 ，skr skr， 有了有了，鲍鱼的功劳靠北。讲完鲍鱼就轰，捧鲍四庆祝动作。哇！碎碎碎！失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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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失控了，失控了，碎碎碎，要上三 A 了啦，靠腰哦，碎哦，哇，这个选球，哇，你看那个动作还这样，还这样，帅就帅，炸裂炸裂炸裂，还，哎呦，林书豪林书豪，那个动作，捧包式啊，不给我看是怎样啊，包以后火力全开，哎呦，你看我们这打击率真的是他妈跟鬼一样有包有差，有包有差，笑死，有包有差。玩棒球啊，比较多女粉丝啊，我玩棒球之后多了蛮多女观众的。哦，换了这个包，换了，看我把，哇，开包是轰，开轰开轰，我把那个打击的地方。干！我把那个两个鲍鱼拿掉之后，干超准，直接三通！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可以！瞬间三通！短短不到十分钟！哇！哇靠！好强哦！我们妈的有个强的啦！哦，碎 ！Safe safe！ 三 A 了，真的要三 A 了！一线包，靠！不要一线包。哦，靠腰！哦，连续六支安打了，对啊，打击真的很悬！要三 A 了吧？干，我这个表现不上三 A，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联盟在搞哦。前有孟母三千，后有寇哥三包，好球！不要不要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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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冲！Go for, go for, go for！ 他这一代有那个跑垒提示，真的很爽啊，真的很爽，10-1，屌虐，轻轻松松啊！教练要不要给我上？我们玩生涯模式不是在送卡片吗？那送的卡片我这一代都不，我应该都不会卖掉。我到时候应该会玩看看线上对战吧。虽然说有可能会被虐，但是就玩看看。各位，电话要来了没？真的来了啦！
周东营这位观众才讲说电话要来了没？真的来了，恐怕今天是你在这支球队的最后一天。告诉我，我想听什么。第二个是我会被释放吗？第三个是如果我做错什么，请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。林老师哎，我帮你打成这样子，都快100安了。好啦，我们这直接选第一个啦。哦，看我们这个脸哦，哎呦，你刚刚被征召进入 Triple A 联赛，各位观众要鼓掌一下，鼓掌一下。我们回中职富邦啦，我们上三 A 喽，帅哦，帅帅帅帅帅，哎，努力，有喽有喽有喽，是啊，我就说，第二个是哇哦，也不用惊讶啦，我就说了没，选拽一点的回答好了。教练说什么 ？Congratulations， 恭喜你赢得这个机会，现在你距离大联盟仅一步之遥哦，可以哦。他说离开这边很高兴，祝你好运，帅帅帅。我们加入富邦了，各位，三 A 了，三 A 了。鲍鱼哥后台有够硬，经纪人说这个包是经纪人嘛，反正我们这个史蒂芬尼说我已经准备好在下个联盟主导地位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踏出职涯的下一步。第三个是时候了，那我们当然是选第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你对这次身上三 A 有什么感觉？第一个是我很兴奋，第二个是离开我的队友我会很难过，但我很感激这个机会。好啦，我们第二个好啦，比较肉麻一点。奥克拉荷马哦 ，OKC 哦，欢迎来到3A加入奥克拉荷马城。然后第一个是啊，第二个是距离道奇队只有一步之遥。那我觉得选第二个吧。他说3A相当竞争，很多球员都会在那边跟你去竞争之类的，他们不惜代价。哦，所以就是在下马威就对了啦。这一次为什么升那么快哦？就是因为熟练了啊，玩得那么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打3A的第一场比赛。这是什么队？奥克拉荷马城上3A打击率又归零了。哦，好像有点难哦。哇，哎，现在是要给我下马威是不是？上3A这么凶的、啊？哇靠，不好对付呢。球速有快哦，对啊，上3A越来越难的啦。Nope。哎，哇靠，我以为是上面呢，我直接被骗呢。哇，有安打哎，三 A 守轰，三 A 守安，有三 A 守安啊，那个教练会不会帮我把球捡回来？有了有哎，三 A 守安，各位怒靠一波啦，所以哦啊干，我跳过了，我居然把动画跳过了，跟当初脑中风跑垒一口真的差很多。接。快！啊！我们六九 Zico 的防守还是一样没办法啦，真的，我们六九 Zico 的防守真的是没办法啦。今晚上大联盟我赌5000块，我现在都不敢相信观众了啦。到时候我上了你没抖，我不就浪费时间了。二垒就好，碎啦，碎是碎。哇！可以跑。他妈跑，快点！速度！水有没有？可以先抖，然后没上退款吗？好像也可以、欸。等一下，要双杀，要搞一个双，要搞一个双杀。呼 ，double play 喽！耶！哎，我们三 A， 奥克拉荷马三 A， 一上来就直接获得一场胜利，有没有？我们关键啊，真的关键。帅！哇，可以吗？哎！轰了！哎，轰了啦！三 A 手轰马上就出来了啊！哇操！出来了！有了！哇靠嘞！哎，我们现在看教练会不会帮我拿球啊？看教练帮忙拿球一下，三 A 手轰，水哦 ，Oh my god，bang， 帅，哎，可以呢，哇，刚好这样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哦，教练怎么没有帮我拿球啦？现在就是他妈尽量轰一个啦，哎，又没按到是不是？挡下，哦。There goes the runner. Now this is lifted to center. The center fielder drifting towards this one. Runner tags from third.
啊？啊？啊？现在怎样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他干嘛？不是哦，我以为他在发呆哦，我以为是游戏卡住了。你看，你自己看，接杀之后这样等几秒？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、十秒、十一秒、十二秒、十二秒，他才动。靠药，我以为是 bug 哦。靠药，他这个战术骗到我了呢。What the fuck？ 完了，惹秀二三二四第一次遇到发呆呢。十秒。High fly ball, well driven out to right center field. That. And they add to their lead. It's 3-0. It's never a bad thing adding some. 两轰了，各位。刚上大联盟就两轰，啊，刚上三 A 就两轰了。哇！双响炮！我看飞太远了吧，飞到山丘哎、欸！三轰了哎、欸，打没几场，两三场就三轰了哎、欸，飞到那个山丘呢、欸，好像才打第三场而已吧，就三轰了。你看飞这么远，飞到那个山后面哎、欸。超扯，491超猛！我要帮 Zico 讲句公道话，其实他二 A 很多球都会很深，但是球场真的太大，所以飞不出去。他到三 A 就会变炮手哦，我蛮喜欢深的、啊。球棒跟阿嬷的袖套有配，对啊，一组的没。哈？哈？哈？啊！四轰了。短短时间内，我们马上四轰哎！喂，干，怎么那么凶啊？我才打五场就四轰了，我、哦、好猛哦！哎、欸，那个观众讲的真的有屌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二 A 的球场比较深哦，所以到三 A 他妈我们就跟巨炮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要抓去验尿了啦，五场四轰，哎、欸，五轰了，各位，五轰了，哇，真的是巨炮！靠我背，我们真的是巨炮哎、欸，五轰了呢、欸，才刚上就五轰了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又没按到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，手背有变好，这个手背真的有变好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捡球速度变快了？你有没有发现捡球速度变快了？有没有看到？捡球速度变快了啦，有啦，装那个徽章有差很多啊，差到土里啦。到底能不能第六轰呢？哎、欸，好像有，我没有那么准哟。有第六轰，哇，才刚讲就六轰了，哇，干嘛一个小时内六轰哎、欸，哇操，水啊水啊，六，哇，水啊水啊。我被篮球耽误了，是不是？水啦哥，七轰，哇操！是吗？不得了呢，西巴鲁马哎！我们换个打击动作。哇、哦，看这个很帅，科比跳投好像也是要解锁，对，你看这都要解锁，15哦。哇哇，这傻笑，还转圈圈呢。好，15，我不管了，看这15太帅了、啊。Zico 女友吗？没有、哦，没有、哦。等你们介绍，看你们又不介绍，看观众一堆男的，不帮我介绍一下。看哪一个你姐姐漂亮的啊，腿长啊，奶大的啊，都不错。哦，有了，各位，九轰，有了，好帅，有了，哇，我们转圈圈呢。转圈圈了哦，转起来。Zico 不是有女粉，有啊，有女粉丝啊，长蛮漂亮的。转起来，哎、欸，嘲讽，你看哦，轰出去，有没有？哦哦，酒醉，转圈圈啊！哇靠你！有这球漂亮，可以哦。睡，喂，这样来不及啊！看一下，
哎哎哎哎，裁判！啊靠！哎、欸，又来又来又来穿模，你看他妈的这个食指直接哎、欸，靠背，这傻笑。人家是摸身体，他是直接给我贯穿呢，是怎样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到雷喽。哎呀！哇！哦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啊！这个只能往后退啊，这个跑不到本垒，除非我速度快一点，应该是有机会吧。十二下，你们看，关键关键关键，十二局下三满垒满垒，要当英雄喽。Nope。哦，满贯炮，满贯炮，满贯炮！哇哇，哎、欸，有，更哦更多，碎碎碎碎，哎、欸、，Happy Ending 啊 ，Happy Ending，Happy Ending！ 哇，干，我们真的他妈的一定要上大联盟了吧？看超猛哎、欸，干嘛各种满贯炮，各种轰哎、欸、哎，不然拍那个赞的吧？看怎么样，这么凶 ，Happy Ending 啊，真的，这个还不赶快打电话给我？满贯炮，真的满贯炮，靠北再欠满贯炮哎、欸，十二局下哎、欸，可以吧？而且我这一次选球，哇，摔，哇，这个黑偏顶可以啊！目前我们上三 A 的数据非常凶狠，有没有 ？Triple A， 目前十八岁而已哦。当满十八岁，打了15场比赛，我们轰了10支，基本上每一场轰啊，然后安打23支，打击率3.7 ，OPS 看1.3，1×3。